专业医师透过超音波扫描掌握胎位和胎儿大小，确认宝宝是否健康，通常只要一两分钟，但是 3D 或 4D 超音波比一般产检时间长得多，为了照仔细拍到胎儿的长相要花半小时到一小时，可能使胎儿和孕妇温度升高。不管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气泡，像是胎儿的脑子方面的问题，像是一般现在比较容易怕的就是怕它有产生一种过动啊，或者自闭啊，或者它的这个神经系统学习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。很多妈妈一听就算再怎么好奇想留纪念，也不太敢拍 3D 4D 了。作为一个妈妈，很想要提前先看看宝宝长怎么样，可是只是纯粹为了看宝宝而伤害到他的话，我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反而会觉得说有些后悔。要纪念可以，但是不要照得太久，那照一张代表性的就可以了。美国 FDA 警告，孕妇组织温度升高有害身体，超音波必须严格控制，有医疗需要时才进行，而且要找专业医师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